蚊香呢，在日本呢已经风行200多年了。那目前呢，我们的蚊香呢还是列入行政院主计处的物价指数。事实上，它比拜拜用的香更安全。为什么？因为它必须之前这个就是要获得卫生署的执照，就是药品执照，后来再转给环保署，所以它变成就是说它的那个产品品质成分呢都是要很符合现代人的一个就是健康。一旦有任何人病情它爆发的时候，它必须要靠化学方式，就是我们的药剂去喷到，要去对付这些成分，把成分给消灭掉，才能够彻底的去做那个防治。其实不仅是防蚊啊，像现在最近毛竹虫咬哦，有那个蘑菇蚁毒上，他们也都有很有经验，知道怎么样来防治。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防疫的工作哦，科学最重要，不一定要爬树了哦，这样子也可以知道说到底怎么样来防疫。这里是最好的地方。在这里跟市长补充一点哦，会爬树的那个斑蚊呢是白线斑纹，对，那埃及斑纹它不太爬树。那我刚刚讲过了，埃及斑纹呢，它的活动的场所是在嘉义以南。以南。所以换句话说，在高雄是没有不太有白线斑纹啊，应该这样说。对。所以就不需要爬树上去。我不内行，这个我真的不内行。总统叫我不要讲这么白。好 ，OK。谢谢。